你这是作何？我昨夜咬了你，就想看看你伤口的情况还疼不疼。圣使大人不必担忧，牧羊已经无碍了。无碍就好。 林牧阳，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三番五次的救我，每次危险关头，你都会出现。你还……我此前不是说过，定会护圣使周全吗？更何况当时情况危急，换做任何人都会那么做。真的吗？无论是谁，你都会这么做？ 阿强，他是害羞了还是在嘴硬啊？圣使怎么了？嗯，哦，没事，别管他。来，我上次教你的。大人，你为何躲着圣使啊？你可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梦境，在现实中会应验的那些？嗯，记得。前几日发生的事情。 我其实，在梦中也有所预见，这才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严防死守，甚至调开情节。可现下看来，梦境不可改，即便不是情节，也会有其他人。嗯，既然如此，那你更应该保护圣使啊！为何要躲着他？我并非有意要躲着他，我只是……母亲。 圣使正在归来，求见母亲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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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吓我，母亲，母亲。 少城主的继位仪式，当由你来主持，务必做到尽善尽美，不能有任何差池。听明白了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知道你不通典仪，所以特派何欢来教授你仪式相关的规章。能不能换个人啊，教主？何欢是我一手栽培，对各种礼仪最为了解。 由他来教你最为合适。教主，何欢谨遵指令。你，教我？怎么了？当然是我教你。你既是我教圣使，大事当前，怎能掺杂私人恩怨？再者，你和何欢之前有很多隔阂，正借此机会解除误会，修补感情。日后我教内大小事务。 还需你俩鼎力合作，齐心协力。是。这就是你要教我的东西？当然。城主继任万众瞩目，你平日里吊儿郎当、仪态不端，若是在大典上失了仪，岂不是丢尽了孔雀教的脸面？ 圣使若是不听呢，自可上报教主。你两个时辰不能移动，站好吧。参见少城主。
不知少城主召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少城主，这是何意？阮九叔，百花沙的背后，到底是不是孔雀教？少城主，百花沙阻碍我教行正道，祭真神。我教视其为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我愿诛之而后快。好一番说辞。我且问你，孩童失踪的时候，现场为何有百花沙的印记？少城主是怀疑百花沙与我教勾结。你作何解释？无稽之谈，何须解释？少城主刚刚失去了母亲，悲痛难耐，我亦能感同身受。但少城主何不细思，弑神祭献乃是百年来的惯例，此前从未出现鲜花印记，为何此次我们却要多此一举？我教不屑以百花沙为伍，更遑论栽赃陷害。少城主，百年来孔雀城与孔雀教相互制衡，又相互庇护，并蒂而生，唇亡齿寒。如今先城主轰了，少城主应当速速继位，安定民心。往后少城主统领城邦，孔雀教也会帮助扶持。少城主心怀民生，一定不想伤了两方和气。少城主若无事，我便告退了。圣使近日学习的如何了？放心吧，我都学会了。好，那我来验一验。仪式流程都有哪些？请圣使展示一下。百官入殿，城主登位，城玉玺行四拜礼。山呼复行四百里。不错，程玉玺虚行多少步？虚行六步。圣使果真聪慧，何欢教导有方。都是我自己自学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胡说了？你不就是想让我出丑吗？现在又想着邀功了。你行了，圣使多加温习，多多准备仪式。不过既然这仪式的流程你都已经记熟了，根据约定你当教我一些新的知识了。好呀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今天我就来教你体和美。这是何意？虽然说我四肢不协调，但我还是当过我妈的广场舞舞伴的，相信我吧。预备走，轻一点，跟着我来。一二三，放松。落风轻吻，轮回中几度浮沉，孔雀城下等一个转身。梦里的场景又一样。前如雪花，谁转动岁月年轮，去寻旧梦里的故人。我甘心换，如这风雨。
这地方。妈呀，我在干什么？差点就亲上去了。多谢盛世。嗯，不用谢。那我送。是属于你的，为何不收下？城主可是真心想与我接近？我知你心中颇有怨怼，但你尚能完成母亲的遗愿，为我修制婚服，我又怎能罔顾他的心意？母亲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跪下。我不。你在仪式上擅改流程，破坏规矩，竟不知错。那城主都没说什么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教习百年，规矩不变，你竟将已逝之人的物件带到仪式上，实属不祥。不祥？这叫传承，传承懂吗？哦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老城主不祥了？那你这是在蔑视已故的老城主，还是在蔑视继承传承的现城主？你哎哎，你要干嘛？停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以前忍你，我那是看在城主的面子上，事到如今，我现在不想忍了，我跟你们摊牌了。你们要是看不惯我，就跟我正面对质。哎，不要在背后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，幼稚。你好好想想吧。华尼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哇！牧羊，我好喜欢啊。这是什么？此乃相思柳，亲系相思柳，情系相思香。我思慕很久了。我也思慕。这个李牧阳，昨天亲了我就跑，今天又约我出来。叫我来干嘛？天气晴朗，叫你出来放纸鸢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就一会儿。
盛世大人，我们明日云逸山相见可好？我明天有事儿，没时间。可是牧瑶有要事相告。要事？什么事儿这么神秘啊？那你现在说。换你。哎呀，反正我就是有要事相告，明天云隐山相见，不见不散。他又抽什么风啊？什么话也不说。